嚼糖哥哥卖料理，鱼露还得自己调，海鲜扎实分量多，春卷皮薄的像丝。它跟一般的这个春卷真的是不一样，这个皮好像是它的丝，放进去嘴巴你还没咬，它已经碎了。对，高雅环境，夜店风，享用东南亚特色料理，自制咖喱配酸奶，台南鸡腿用油封。想知道台湾更多的异国料理吗？敬请锁定周游列国，带您每个星期都出国。